小时候我就梦想能住进有大露台的房子，和小伙伴夏天晚上吃烧烤、喝冷饮，贼爽。长大后看《头号玩家》，又开始羡慕小哈勒比塞满游戏的阁楼，打完游戏往床一躺，贼有安全感。那如果一个家能同时拥有阁楼和露台，那岂不是爽上天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型送礼上门家居房产蹭饭真人秀六娃的绒团。今天呢，带大家去看一套上海老破小的顶楼，使用面积80平两房，附赠65平的阁楼加阳台，面积几乎扩了一倍。装修方面呢，屋主杰克采用了很适合小户型的日式原木风，硬装、软装、家电，整体花费35万，心里真的是有点小激动，因为这个家真的是我的梦中情屋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就带着礼物送礼上门，走。 Hello， 杰克，哇，爬得好累啊，让我喘一口气。就杰克，你家比我在视频里面看到的大好多啊，是吗？就真的只有使用面积只有80多平吗？对，80多平，整体的面宽4米整。然后我们那个窗户是也是横跨整个4米的嘛，如果是早上的话，阳光能一直洒到客厅中间，从厨房到这边也很宽敞。对，这里应该是有9米，我记得，感觉可以跑步了。欢迎六娃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还专门画的，这是月月专门画的，月月专门画的，谢谢月月，很好，就把我画的很瘦啊，这个你什么意思？太懂了。 你是戴老师画的胖了吗？那今天完成一个特殊的套娃打卡，然后我初见观感下来，杰克的家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挖，户型非常特别，而且装修的很用心。那接下来就由杰克带我们详细参观一下带阁楼、带露台的家。 好，开始，这就是我们家的玄关嘛。嗯，然后玄关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么一个玄关柜。对，我们的鞋子不像很多人那么多，我们这一个柜子基本上我们俩鞋子就装得下了。走进来就是我们这个客厅走廊的区域了嘛，基本上是一个整体，左边是这个客厅，然后右边是走廊，往那边走的话就是洗手间跟厨房，然后楼梯上的区域。带大家详细看这个客厅，我们俩应该横起来刚刚好，能够把这个客厅。我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哇！ 有点怪，有点尬。反正客厅就是一个4米的面宽嘛，应该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们这个面积的户型来说，比我看到的很多100多平米都大很多。而且这个茶几内有玄关啊，玄机就是它可以展开来的，它这个还可以这样子展开。哦，还可以啊。哦，这个桌子还蛮大的，大概能坐多少人呢？ 有客朋友来的时候，10个人围坐一桌一起吃饭的情况没有。等于你们家其实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餐厅、餐桌。对啊，就是靠这个。像我们俩平时正常吃饭，就是都是在这里。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你因为没有真正的餐桌，所以你吃完饭得马上收拾，不然的话你这个桌子就不能用。这不是个好习惯吗？这应该算是个优点。那倒也是。这个很便宜的，这个其实这个1600多。可以种草了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个小户型。 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按摩椅，一边按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玩游戏，可爽了！来感受一下，进入死宅状态。你最近有玩什么游戏吗 ？PS5 的那个《地平线》啊！老头环没有玩吗？我最近老头环上瘾。老头环我不敢玩呀，怕一玩我老头环我就回不去了。你要死了！啊！ 边按摩边玩也太爽了，对啊，懂吗？原本打游戏其实是很累的，哎，我真的觉得。 喜欢玩游戏的，然后家里这个客厅面宽够大的，就是像这样搞。而且我觉得这个 PS5 跟你的家的风格也很搭哎。本来这里是黑的嘛，我还专门贴了个贴纸，把它弄成全都是弄成白的。你跟月月会一起玩吗？还是自己玩？会啊，最近玩那个双人成行嘛。啊，双人成行就2个人一起玩。回头戴老师带你一起玩双人成行。对，真的这个非常可以，很好玩，特别好玩。但是双人成行是不是只有 PS5 还才有？没有 ，PS5、PC 全平台的都有。怎么了 ？PS5 独占。 哦，好啊，对对对对 ，PS5 独占的啊，所以那就不玩了吧。所以 PS5 独占，我就缺了个机器。这边就是原木风的电视柜，还有加上一个书柜，就是樱桃木，就是这种木色嘛，整体会比较搭。我们家很多樱桃木的东西，对，然后风格嘛。然后有一种说法说，樱桃木随着使用时间变久，它颜色会慢慢加深，这个也算是有那么一点包浆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包浆的感觉。聪哥，这是温斯坦嘛？ 那个防火女 A 大没有膝盖的传火侠，好吧？对对对，现在终于有膝盖了。你还真的还算是游戏玩家，还是蛮二次元的啊？还有死侍，谁二次元？我才不是二次元，还说不是二次元？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月买的啊！你们俩都是嘛？对，我们俩都是。好，这边就是你们的工位是吗？大书桌呗。你们在家办公吗？ 有啊，之前疫情，然后偶尔的时候也都经常啊。最近不是上海老是啊，对，最近上海疫情又开始复发了。是啊，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条件，我宁愿一周7天都在家办公，每天加班到深夜。就这个书桌也是我觉得我们家最大特色之一吧。装修之前我就是要觉得自己书桌的优先级肯定是非常高的。然后我们家的户型，我一开始在考虑就是哪里适合放这个书桌。一般来说的直观逻辑就是除主卧之外的另外一个房间嘛，我们这是2室1厅的这个结构。但是那个次卧实在是又小。 窗户又小，然后我就想了个主意，说是不是我们既然客厅这么大，这么舒服，是不是应该把书桌放在这里？这个点子我之前发出来之后，还挺多人说有共鸣的，觉得应该这么干。放在这种客厅阳光明媚的地方的话，会很舒服，更舒服，空间感也会很开敞。4米宽，2个人一起办公，一起肥宅，非常舒服。一起肥宅。这边就是我们一个走廊的区域嘛，走廊的区域，我们这两边分别放了2个餐边柜。 啊，这个其实不算餐边柜，这个应该叫宠物收纳柜吧，因为上面其实全是放的宠物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是猫猫的厕所，自动的那个猫砂盆，非常好用。真的假的？真的非常。不用铲屎了吗？真的完全不用铲屎了。我买过最值的猫咪的用品，贵不贵？应该是1400左右。好好好，性价比还可以。把链接发给我。真的，家里养猫的一下找到了共鸣。对，虽然这边是有一个餐边柜嘛，但是其实这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厅。 你们俩的餐就在客厅，对，就在客厅的茶几那个位置。生活习惯问题嘛，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死宅，都喜欢边看视频边吃饭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是这么考虑。而且按我们这个户型，它有个阁楼，有个楼梯，那你这里放个餐厅的话，其实就不合适，又是会落灰啊什么之类的，就不方便。而且你坐在这里吃饭很憋屈嘛，它这个这么窄。 对对吧？我们的空间需求还是看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。感觉我们家比较大的那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它其实卫生间就小，卫生间只有大概4平左右，使卫生间显得更小的一点就是我们塞了个浴缸。哇，浴缸就是你整个人坐在里面可以水骑到你的脖子上的那种。 嗯、但目前这个浴缸只在那个拼老师家，只有他一起用，然后你是第二家用、这个。哦，对，很省空间，对，很省空间，而且很舒服，泡进去。然后我们这个使用频率跟平老师也差不多啊，经常就1周有2、3次。我还看到了小黄鸭，泡澡就会放嘛，是吧？对啊，会放。然后这里你看就是入浴剂嘛。 各种入浴剂，放点水扔进去。哇，你们也太精致了吧！厨房这边呢，进来之后有一个人体感应器，它是自动亮灯的啊，自动亮灯。就是台面做了一个高低台，切菜这块是90，然后这边是80。像我大概这个身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尺寸吧，是因为我家经常是我做饭多一点嘛。我现在家里就没有高低台，我切菜就特别痛苦。哇，你们家这个厨房也好大呀！ 房应该是6平左右，5、6平左右，对，差不多还可以。但是其实我对厨房这个位置其实不是很满意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开放式厨房，但是我们家这个结构改不了，没办法改。1楼还有什么空间？1楼主卧跟次卧呗，这个是值得一讲的，就是我们在这放了一个户型图的一个装饰画嘛。我们进来是看了客厅，对，然后是上去看了餐厅、卫生间。 和厨房，然后现在我们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是主卧跟次卧。逛完之后，我们还要去楼上。那我们先主卧，给猫猫装了一个猫门，那贴了春联，猫肥家润事事兴，人猫共旺。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、很有用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家猫猫喜欢跟我们睡觉嘛，就是晚上你要是关着卧室的门的话。 它会挠门想进来，如果不让它们进来的话就很难受。但是如果你门一直开的话，又有点不舒服。这个门是淘宝上买的，可能就几十块一个，然后你要自己可能找木工来掏个洞钉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我当时呢是自己拿锯子锯的，所以成本其实就几十块钱。哦，我们家的主卧的话，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布局。按他们的说法，就是卧室就是拿来睡觉的嘛，所以我们那个一切的娱乐休闲都在客厅。 那卧室其实不需要搞很复杂的东西，然后接下来就次卧了。哎，对，次卧，你这个次卧也好有意思啊！哦，榻榻米，哎，这个炉子是不是那个小新家的那种炉子吗？被炉底下是有一个暖炉的，冬天的时候这个里面加热了，你人缩进去是非常舒服的。在这里看看书啊，月在这里刷刷 iPad、画画画呀。我们家猫特别喜欢这个柜子，它喜欢躲在里边，然后猫在里面给你暖脚。对，我们家也太舒服了吧！ 但你看嘛，这个次卧其实就真的很小，它这个窗户也小，又是朝北的，所以采光不是很好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把书桌放在这里的话，就很憋屈。这一部分也还是月的衣服。罗裙啊、汉服啊，对啊，发现了隐藏的属性。我也很好奇，就是我不知道罗裙的大概的价格是什么，就是便宜的300多，贵的500上1000的都有。我基本上都是平民款。有一个喜欢穿罗裙的老婆是什么体验？我当然是很开心啦，愿意看她买、看她换、看她穿啊，对不？你自己不想试试吗？没有，看的其实有点心痒痒的。还早呢，我跟你讲，来继续。我们现在上楼，真的亮点太多了。哇，阁楼空间，这里层高会有点降低。对，但是这边的层高是 OK 的。这边是 OK 的。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卧室嘛。小卧室。它这里下面其实是房梁，所以这个是不能拆的，就直接把床垫铺在上面。其实你知道，就是我是一直很喜欢。 阁楼的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又小，然后又有安全感的空间。前段时间是又看了《头号玩家》，小哈勒迪在阁楼里面打游戏，塞满游戏的那种安全感，也很爽。你这边也装了个电视嘛？对，如果有一个简单的游戏机，哎，小时候那种黑白机，哎，在这打一打，对，哎，特别爽。刚才提到说就是收纳空间的这个问题嘛，就是我们这里还别有洞天，它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收纳的储藏室。哇，你这柜子这么多啊！哇，全是柜子的。对，全是柜子，杂物全堆在这边。所以其实你们楼下的这个收纳压力并不大。这个其实就是有阁楼的一个好处。对，好处你东西可以放在这里。但这个层高的确。对，层高确实比较难受。但是其实你就是收个东西嘛。我接下来就是我期待很久的露台了。这个露台好大，爽。好，今天的拍摄结束了。 睡觉了，拜拜。躺在这里晒太阳太爽了，晚上一起吃烧烤，喝啤酒，吃炸鸡，太爽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这里还有吧台啊，它这个吧台是架在这个栏杆上的，你可以在这里坐着喝点冰可乐是吧？来，谈个背影，风和日丽，聊点心事儿，谈情说爱。跟月月就一起坐在这儿，对，经常就坐这儿，或者是坐那边晒太阳啊。哦，你们的生活好有趣啊，太羡慕了。然后这边视野其实也挺开阔的，这个其实也是顶楼的一个好处之一嘛。首先它阳光、采光都很好，对吧？然后它的视野也不会有太多的遮挡。对，然后你楼上没有人嘛，就很舒服。这个弹幕肯定都在刷，什么时候搬走？我住。真的，以后置换的时候考虑一下我们的粉丝，好吧？可以。如果有喜欢这套房子的，真的现在就开始预定了。阁楼的你们的改造，其实说实话幅度蛮大的。那整体的预算多少钱？瓷砖。 栏杆，包括这个，对吧？雨棚，应该有2万多。2万多，要那个做防水，就是你在一些什么那种公司楼顶上会看到的这种黑色的，这个叫啥来着？忘了。老房子，特别是顶层，防水能重新做就重新做。对，一开始我们想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家人也都很担忧，说会不会漏水啊之类的。但是到现在一点都没有。啊，真的是你实现我的梦想，塔林楼也值了今天。那接下来就是礼物时间，我们去拆礼物。哎，好。 非常期待的时刻，游戏玩家对吧？音效也很重要，就搞了一款回音壁。我正好缺回音壁。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有个回音壁可以啊，玩游戏音效更爽，满意吗？满意。看电影也可以，礼物都送到了，饭准备好没有？马上。好，蹭饭环节。干嘛？装修这方面是谁出力比较多？ 我做80%-90%的一个糙大老爷们儿，哎，能把家装得这么好看，这么漂亮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巨蟹座有关系啊，巨蟹座筑巢嘛，这种感觉确实就是很愿意花心思。上班其实也挺忙的，然后下班了之后大晚上的跑工地，周末我们俩都一起跑过来跟师傅沟通啊，讨论方案啊，撕逼啊，等等这些事情，哎，说多都累，说多了最后装好了也都是觉得哎。 值得，对，值得。那月月，杰克的作品打几分？非常满意，9.5分，差不多10分满分的话。哇，这已经很高的评价了。那月月最满意的改造是哪一点呢？其实他个人最满意的改造就是这个客厅上面那个书房，然后长桌。然后我个人比较满意的是露台，很想在那儿待着。 你们还可以在露台上穿一些那种星星灯，哎，对，可以。然后再搞一个什么牌子，杰克酒吧。你的游戏室也可以办在阁楼，3、5好友在那聊天，很有可能就聊到深夜。对，哇，太有意思了。就是上海有很多老房子嘛，我们都把它称作老破小。外立面观感看起来不是那么好，但其实你看，只要走到里面来，你会发现，只要是用心生活的，都不差。对，都是自己的家。你们家里的装修的魅力不比那些所谓新房或者是豪宅差，看得出来是有用心在营造。今天来你们家做客，感觉慢下来了，好舒服啊，就感觉就是一天都不用出去，就在家，就这样就过去了。对，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对啊，所以你们都是快乐宅。对，很久没有出现的表白环节，今天这个氛围也很合适啊。来，杰克兄。 哎呀呀！肉麻环节开始。月是我的初恋嘛，就是彼此的初恋，对，所以这么有夫妻相。我们俩真的是很合拍的，很多的习惯啊，对事情的观点啊，三观啊，其实都很契合。装修筑巢的这个过程也基本上没有起过什么冲突，他也一直很支持、很理解我。月对我来说，其实也是我的温柔乡吧。 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反正就是这么个哦，鸡皮疙瘩啊！我来，看到你们这么合拍的份上，就不赶你们出去了，啊，你们就在这儿住着吧。啊，反正今天真的非常有收获啊！看到了我自己的梦中情屋，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？想住进来的扣个1，好吧？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，不妨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我是刘娃，关注我和家庭。 已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要不今天晚上我住阁楼，收留一下我，体验一下。